扁平的鱼身，塌扁的鱼头，眼前这只像鱼又不像鱼的生物，其实真实存在，被台东渔民捕获。仔细看，鱼鳍、鱼鳞都不太明显。它其实是扁沙类的一种，但真的长得好不一样，反倒跟电影的这个角色倒是长得比较像。Harry Potter。哈利波特里的大反派伏地魔，两者是不是有种大撞脸的 feel？ 都有着凹陷的眼睛，几乎看不到的鼻孔，还有快要跟脸融在一起的嘴巴，看似古怪的稀有鱼种不易捕捞，但在渔民眼里却没什么经济价值。我说你，啊，对不对？就这样的。啊，今麦这暖沙料来同参加给投诉你只啊。台湾扁沙学名台湾琵琶礁，属于深海稀有鱼类，生长在热带鱼带海域，看上去很温驯，但其实是个狠角色。身体构造特殊，鱼鳃其实藏在头部内侧，让它即使埋在沙子里也能自由呼吸。但学者也出面呼吁了，此种稀有扁沙鱼类属于濒临绝种的生物，如果在海上不小心捕捞到了，还是建议放回大海里。记者徐璐、宋湘玲，台东报道。